最近这几年，国内不少大学逐渐放宽退学的规定，引来社会正反两面的评价。而台湾师范大学现在决定迈出一大步，废除本来规定，累计两个学期有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，也就是双二一就退学的制度，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学生不会因为学业成绩而遭到退学的顶尖大学。只要在六年之内修完所有的学分，就可以拿到台师大的毕业证书。进了台湾师范大学念书，只要累计两个学期所修的学分被当超过二分之一，学生就得说拜拜。但台师大校务会议23号通过重大决议，取消双二一退学的规定，这个学期开始适用。学生考进来都不容易，那考进来不容易，所以如果因为二一被退学，应该要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。而且我们大学法已经有规定固定的修业年限，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，我们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。也就是说，大学的最高修业年限是六年，六年内台师大的学生只要把该修的学分修完就可以毕业。不错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，如果一次不小心或是两次不小心的话，他还可以有再次的机会，对吧？就是比较不会因为就是可能自己一年级没有、二年级没有认真就这样子被退学，觉得这样还蛮可惜的。原因在师大花六年的时间，你就可以拿到师大的学位，对，然后其实这样变成说你修大学没有意义，因为高中已经也没有退学。台师大并不是最早废除双二一的学校，过去像是交大、中国医药大学都实施过，只是因为学生学习品质下降，后来又纷纷恢复。对于师大的做法，台大表示不会跟进，台师大则强调往年退学率不到1%，未来有信心维持学习品质。尽管学生不会因为课业遭到退学，但如果一学期旷课达45小时，还是会被退学。前小编沈志明台北报道。